我才刚出山林，脑袋没清醒，人生小精灵。我有一身本领，这样独自闯入了武林。相信命中注定，四处找寻却没人说明，再次降临，期盼爱情，究竟谁是我的天命？看，原来缘分一直都在等着我，相信爱真的存在过。你看我其实这样也挺好的。我死之后，最起码你可以找你喜欢的良人。什么良人？哪有良人？我只要你，你不娶我也没关系。只要你好好的。你不是想知道我对苍琪施了什么幻术吗？什么幻术？春宵一度，风月无边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不这样怎么能哄住他？他以为我跟他有了夫妻之实，才答应我等我几天。他都恨不得把你手脚绑起来留在他身边，怎么可能放你走？再说，那你也不能轻易。叫我说你什么好？那都是在梦里。梦里也不行。他的梦里。谁的梦里都不行。公子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还是第一次看你有这么大的反应。我从来不吃醋，是个正人君子都会这样。我也是正经女子，但是为了公子，偶尔不正经一次也没关系。嗯，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我眼睛里进沙子了。哦，来，那我给你吹吹。不生气了吧？要不我再给你吹吹，说不定会吹得你心痒痒呢。那你别这样。公子，光阴苦短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我一开始远离你是因为怕你发现我的秘密，但其实我是想你的，梦里都会梦见你。你一开始想我的时候会心痛，可是现在不会了。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好好的表达自己的心意呢？你认真的吗？我心悦你，至死不悔。日与夜护照全，几度生死已共勉。因为你在身边，所有不幸被轻描淡写。离三天，情未见，似我们那日初见。岁月叠，将彼此信念。我决定了的事，就不会半途而废。一念成电影，一出剑，一步一曲，一双影缠绵。为一曲成剑，一笑眉间，一朝一夕，一对无间。日与夜。
前缘，守旧日誓言，赴白首之不对啊，这是第一代谷主的玉棺，为何会有人参种子？难道是与初代谷主相恋的女子留下来的？那为何是人参种子？千年之前我还在长留山修炼，难道是我的灵石跑到了那个女子的身上？可她为什么会背叛初代谷主，害得代代谷主都被诅咒所困？哎，叶姑娘，嗯，她一醒来就在找你，找不到你整个人都心急如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跟我来。你去哪儿了？我一天都没找到你。我换了对联就打开了机关，里面果然有个玉棺。我刚在玉棺里发现了两颗人参种子，你看。我不是说过我没有心吗？我心脏的地方就是两颗种子，强行取出我就会……你强行取出来了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你不允许我为了救人搭上自己，我更不希望你身体受到损伤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你做什么事情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不，等，你别紧张，你听我说。你说我们是夫妻？不是吗？是。夫妻本是一体，你不能伤害自己，知道吗？我又没说这是我的种子。